二十几岁的精神，我可以看到感染到一些二十几岁的气息魄力。当作我的拳头，看我在这街走，你肆无忌惮，说我所有想说的，管你们行不行，我保持真实，对你来说也许是现在的信，但对我来说是那口咽不下的气。最多是我不对，如果我得罪了谁，怪我怪不出罪，有时找不着背，可制造麻烦是我的使命，制造打烂你们的玻璃心。他来了，他来喽，大反派要来喽。Yo, what's up, man? 谢谢，尽力了，真的，谢，跳棒，棒，谢谢。我是一个不太主动的人，但是杨和苏第一次见面吧，他就主动过来跟我说话，其实我很开心。那当下我那时候的开心啦、兴奋啦，我都快满出来了。只是我就是必须很镇定，就是你好，这个杨同学你好，我是杨宗纬，对不对？从小听你的歌，真的，谢谢。空白格，期待如果能跟你合作一下。太好了，我也很期待，对，我的荣幸。你也姓杨吗？对，我姓杨。对啊，本是同根生。是，同根生。其实你今天表演，我在上面写最爱。真假的？真的，太棒了。你如果想尝试，我给你写。对，这些哥哥弟弟们都很优秀，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留下大家值得追忆的作品，都是带着自己的期待跟抱负来。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Oh yeah， 我只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要破旧，找自己，当然。感受最真实的我现在要做什么，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希望大家可以找回最初的自己，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就觉得真的好听，我真心的觉得非常好听。在雪山中屹立的花，不怕风吹和雨打，生长在天山脚下，绽放生命的彩霞。你是否忘了年少轻狂做的梦，爱与山庄是否还有力气动，花瓣的飘落是为再次的盛开。它无比鲜红，哪有可能呢，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花儿为什么，它歌颂的是戍守边防的战士们在保卫自己的祖国的时候付出的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奋斗的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它一直在鼓舞着我。守卫你的家，寒冷的冬季送你温暖，想你爱的他，用你的生命来浇灌，是否有结果？希望它能盛开的像冰山上的烈火。Light it up！